可惜不是你对陪我到最后。二位说的不错，刚才那个啊，对，张潘刘全淼，张潘刘全淼，这是我们新来的，对，新吸入的，哎，新秀，两个人呢在天津说相声，哎，对，哎，已经时间很长了，合作13年了，对了，然后来到我们德云社，最近一直在我们德云社演出，哎，说的不错，连说带唱，是，二位下去休息一下，好，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，还是我们俩呀，不管你们爱听还是不爱听，是我们两个要不断的上来。那个再跟大家说一会儿，说会儿聊会儿天。有的朋友说你们这些个相声演员，能赚多少钱呀？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，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想问，想知道。说实话，嗯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因为比较富裕，因为我们赚的钱都是您从您的票里头，就行了，行了，激起民愤了。但是。虽然像我啊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是，赚了一点点钱，嗯，不像人家孙老师。我怎么了？说相声不是为了赚钱，我是玩儿，喜欢，娱乐爱好。哦，有钱，家里有钱，家里趁富六代，对，富，人都富二代，人家富六代，怎么六代啊？六辈人都有钱。辈儿辈儿传，看我们平时发工资的时候啊，小月，这是你的工资，哎，我接过来，俩手接过来，特别的开心。是，人家孙老师，我不要啊，我怎么了？我不要。别，孙老师也不少挣啊，好几千呢，您拿着，我不要。哎呦，我有钱，我不要，你再给我，啪啪。哟嚯，干嘛呀？自己抽自己，气的都有个大嘴巴子。那你们这几千花的也值了，真是。真的是真有钱，朋友们，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有很多有钱人啊，啊有，包括头几排这些个，啊大姐玩，你别光头几排呢，玩手机那个大姐啊，一直在发短信啊，这么好的位置一直在发短信不合适啊，看得着都不珍惜，相信在座的各位有很多有钱人，啊有。再有钱也有吃完了花完了的时候，对呀，对不对？嗯，这话没毛病，没毛病。但是人家孙老师家里头怎么了？有一件吃不完、花不完的宝贝。吃不完、花不完的宝贝。对，什么呀？聚宝盆。您呀，您清醒清醒吧！嘿，瞧瞧我，嘿，瞧瞧我，哎，醒醒！我羡慕嫉妒，怎么了？你甭聚宝盆，你。那都神话里的东西呢，都什么神？那都没有现实中，现实中的聚宝盆有，那塑料做那个，做点那个假的钱，元宝一堆聚宝盆，哪有那个？那都神话，没有。孙老师，胡说八道，还骗呢？你还跟这儿骗人呢？你指的哪个事儿？什么叫还？别的事儿我不管，就这个不承认。没有聚宝盆，哪儿我没有？我们家没有这个。我们家不趁，你没见过？没见过，真的没。我这骗你干嘛呢？我没见过呀。我见过。你等会儿，我们家聚宝盆我没见过，你见过？我见过。你跟哪儿见的？我这么回事，前些日子我上北京的西单去旅游，正好、旅游，西单就算旅游了。逛街，路过他们家。我们家住那边。我抬头一看，孙宅。对孙，这不孙宅吗？这个孙宅我抽你行吗？你骂什么街呀、啊？谁骂街了？你大舌头骂街，孙子不清楚叫孙宅，真行，堵在门口骂街。孙府，哎、行吧，老孙家。哎，这不是老孙家吗？我得进去。进去。啪啪啪一打门，嗯，打里边出来一人，多新鲜呢！我一瞧，刘大爷。刘大爷，刘大爷，你好啊，岳老师，我们家怎么愣会出来刘大爷了呢？嗨。你误会了，我怎么误会了？刘大爷呀、啊，嗯，跟你父亲老相好，是吧？我可能没误会，就老朋友，老朋友，对，上你们家串门去了，正好他给开的门，这不很正常的吗？哦，帮忙，对呀，哦，我说嗨，刘大爷你好啊，老刘，有日子没见您了，嗯，啊，挺好，嗯，你谁呀、啊？他不认识。不是我您就不认识了、我最近这么红，这不是我都没瞧出来、我送快递的，
送快递的那么红管子。走走走走走，嗯，不是小月吗？哎，岳云鹏，是我呀，就是有日子没见，您挺好的。挺好啊，我挺好。嗯，那个孙大爷在家吗？我去瞧一下。我父亲。啊，你找他干什么？嗯，什么意思？干嘛？行吧，进来吧。怎么找我爸爸？他不乐意呢。哎，说这话把我领屋里去了。精刚进他父亲那屋，他父亲呢正穿裤子呢。我爸爸正穿，哎，你等会儿，你敲门，刘大爷开的门。你一进屋，我爸爸正穿裤子呢。嗯，俩人干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么不方便。不要多虑。什么叫多虑？不要多虑，可能突然间你父亲的裤子掉了，可能是。没听说过。你就走大街花裤子掉了的，很正常，很正常。不是，我仔细一看啊，我才发现原来他们两个人在玩呢，你知道吗？您还是别仔细看了。你什么叫玩？玩什么玩啊？玩棋，下棋啊？对，两人在下棋呢。哦，就是赌注是谁输了谁脱一件。我爸爸七十多了。跟刘大爷俩老头赌脱衣裳，这多好玩啊！这不跟玩命一样吗？这不好玩。好，这俩老头啊，我一看你父亲那剩一军长，人家那剩一司令，军棋呀，甭管什么棋，反正是输了。好啊，这军棋还输了，炸了这是。我一见，呵，嗯，孙大爷，嗯，你好啊，有日子没见您了。哦，你是那个谁吧？啊，谁的谁？我您都不认识了。嗯，我跟您儿子还好搭档呢。啊，是是是，小月。小月啊，我知道你。嗯，怎么你回去吧？哎，怎么就轰出去了？这就让我回去，干嘛逐客呀？我心里有些不爽。嗯，但是我突然间想起来了，什么呀？你们家有一个聚宝盆。你听着信儿，我也是道听途说。哦，但是没有见过。啊，我就问上了。你问问他，我说大爷，我听说您这儿有一个聚宝盆呐，嗯，您让我看一眼，看一眼。话音刚落，怎么了？再看他父亲，啊，脸唰掉地上了。对了，我爸爸戴着面具呢，是吧？脸掉地上了，就变脸了，变颜变色啊，就这样。哟呵，瞧我爸这脸变的。我岁数小，没见过什么东西啊，没见过什么宝贝。你如果您有，您让我开个眼；没有就算了。有没有？宝贝儿。宝贝儿，这也就是你。是啊，换别人都不行。那换我都不行。嗯，那什么，老刘啊，老刘，你先回去吧。嗯啊，今天玩的挺刺激。你改天，改天咱们。这什么词汇？这俩人下棋叫刺激，像话吗？这下棋下的挺刺激的吗？开心啊。行，老刘你先回去吧。啊，今天玩的挺开心啊。咱们意思一样啊，咱们下次再玩好不好？嗯，行，下次再约吧。嗯，老刘一脸的委屈回去了，还委吃亏了这是啊。说着话，他父亲把我领到一个密室。密室？秘密的房间。哎呦，门是锁着的。废话，密室。再看他父亲怎么样，从兜里掏出一万多把钥匙来。一万多把钥匙？您等会儿吧。一万多把钥匙？对。那老头那裤子是自己脱的吗？站起来，裤子没跟上，啊，裤子也沉了点儿，没听。一万多把钥匙，一万多把钥匙，多沉呢，坏了，怎么呢？老头岁数大了啊，忘记哪把钥匙开这把锁了。嚯！不过他父亲很聪明，怎么呢？挨个试，挨个试。这傻老头啊，怎么那么寸啊？最后一把就是，嗨，打那头试多好啊！锁也开开了，嗯，天都亮了。好，开一宿门，开门开了八个小时。嚯，这八个小时刘大爷来了四回。老刘是真着急，还门开开了，进去吧，瞧瞧吧。进去一瞧，我很失望。怎么失望呢？屋里比较空。屋里有什么呀？有一个桌子，一个大铁锅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桌子大铁锅。要哥，你失望吗？我这什么没我很失望。对，什么举报？我说孙大爷，你有点为老不尊了啊。怎么叫聚宝盆？有点岁数太大了，可能哪有聚宝盆？老头陪你开玩笑开八个小时，开门开了八个小时，刘大爷着急死了都。哪有聚宝盆？真有意思啊！对啊，哪有聚宝盆？没有家里。说你岁数小还不爱听，嗯，这不就是聚宝盆吗？哪个？一指那个大铁锅。我这怎么证明它是聚宝盆呢？对呀、啊。说的话，他父亲把手上这个扳指
撸下来了，就那翡翠那大扳指，哎，放到聚宝盆里头，是，拿出来放到桌子上啊，再看这口锅，漏了，怎么了这锅？还有一个扳指，你等等，搁进一个扳指，拿出来，拿出了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拿出了一个，还有一个，等什么时候说不要了，把这个锅扣过来，再翻过来一瞧，空锅一个。但桌子上七八个扳指，这是宝贝啊！当然是宝贝了，这宝贝太有用了，吓我一跳啊！你琢磨这宝贝，你想想，大年三十包一个饺子就够了。你这什么馅儿包一个，你这全够。这宝贝，哎，您说的有道理啊！废话，这省事儿，这玩意儿开饭馆都能用，这呢。我说大爷。别的还能变吗、啊、还能变什么？当然可以啊。说着话他父亲从兜里掏出100块钱来，100块钱一张票，放到大铁锅里头，拿出来放到桌子上，再看这口锅怎么样，还有一张，这就200了，拿出了一张还有一张、拿出了一张还有一张、我一看这个钱花不了，这怎么花不了、号一样，这嗨，你别捡一个地儿花呀。等桌子说不要了、嗯、把这个锅扣过来，再翻过来一瞧，空锅一个，这是宝贝啊，宝贝吧，太好了，值钱吧，值钱，我算是见着宝贝了，那是，我说大爷、真棒真棒啊，好宝贝，那什么，我也不耽误您的时间了、开门开了一宿，我先回去了、走吧走吧走吧，咱们改天再聊，改天我买点东西抢您来啊，是，我回去了，走吧，行吧，我送你，别老头送你，他那么大岁数了，您别送我，对，您这么大岁数送我，传出去不好听，坏了规矩，不行，我必须送你，让他睡觉去，稀客呀，我必须送你，还稀客呢，我今天就不让您送，你别较真，我就这么大脾气，您回去，你跟老头较劲，你轴啊，啊，我更轴，有，我必须送你，你瞧我爸爸，你回去，哎，这行了，你给我回去吧，你就这么一推，坏了，你推他干嘛，他那么大岁数了，再看他父亲啊，紧退两步，吧唧坐锅里了，吓我一跳啊！你把他尾巴骨子摔坏了。是啊，赶紧搀起来。哎呦，大爷，大爷，起来，起来。70多，没摔着您吧？真是不好意思，我这个人脾气不好。你推他干嘛？讨厌，我这。锅里还有一个，哎，不是这也能变呐？大爷，大爷，起来，起来。我这俩说了不让您送我，您非得送我，可以了。这么大脾气呢？这你快扣那锅，快。大爷。这么会儿仨了，二位，二位这边挪挪，哎，还挪挪还？又一个，哎，这张了，这就别变了，您。不大会儿功夫，怎么了？弄一屋子这个，这哪个？让你妈也着急。我妈怎么了？留哪个不留哪个呀？我都送你们家去。我后来我想出一好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把你妈推锅里。把你妈推锅里。多讨厌这人！我告诉你，我这真是没这玩意儿。咱们家开心呢，你瞧着吗？给我弄一屋子爸爸给我。什么人呢？这都是。这是跟您开个小玩笑。我跟你开玩笑吗？我跟你逗吗？不要脸的玩意儿，给你妈推锅里，我们这家子搁锅里会呀、甭来这套话呢，行了，什么叫行，亲亲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这样吧，恶心的呢，我夸夸你们家，你还能夸我们家呢，哎，他们家，你捡的实话说，聚宝盆，嗯，是没有，这是瞎说，对不对？开玩笑，胡说八道。他们家有钱，这是真的。也有点钱，把所有钱都给他了。我继承，他那卡里头，嗯，17位数。我就数到亿就不会了。17位数，十几位数，哎呦，都给他了。为什么？是格外的疼他，都给我，格外的爱他。喜欢我呀，他这辈人特别少吧？我这啊、我这辈人少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但是他父亲多，你爸爸多，你爸爸一屋子，跟你妈推锅里，没了了。你看你说相声老生气，老生气。废话废话，一会儿你再脑梗了，你再。你管着管不着？哎，行。谁爸爸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父亲这一辈人多。您说就我父辈人多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那没错、咱算一算啊。嗯，你有一个大爷，有，对不对？嗯，你看啊，你大爷，对，是吧？嗯，你大爷，啊，你大爷，各位听见了吗？
有骂街的嫌疑，看见没有？没有嫌疑。哦，纯骂街呢？废话，我早该骂你了。算一算啊，你大爷啊，你三叔是，你二大爷，没错，老哥仨到他这儿就他自己。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这叫什么呀？你等会儿，千顷地一颗面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不对吧？这个怎么了？我一大爷，嗯，我一三叔，嗯，我一二大爷，嗯，我爸爸呢？你爸爸跟刘大爷玩呢？没有，哪有？这里没有我父亲，这怎么会？你大爷、嗯，你三叔，你二大爷，老哥仨吗？老哥哪是我父亲这里边？妈二大爷呢？怎么了？明白了啊、嗯？你管你父亲叫二大爷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管我父亲叫二大爷，你管你爸爸叫四舅母？不是你说的那么远干什么？废话。就我爸爸行二，哎，他父亲行二，哎，你看啊，你大爷，嗯，没儿没女，是你三叔，嗯，不孕不育，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到他这儿，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，太乱了您这个，我大爷没儿没女，对，我三叔一个人怎么不孕不育呢？对不对？我三叔一个人等于是不育啊？哦，对对，你三叔是不育，哎，对对对，你大娘是不孕，你三叔跟你大娘不孕不育，您等会儿，我们家还挺开放，您等会儿吧。您没有这么说，这您这这么说，我跟你讲，是我大爷大娘不孕不育，我三叔没儿没女，孤老头子一人。对了对了，一辈子没结婚，老哥仨就他自己，就我父亲我。千顷地一棵苗。对呀、啊，格外的疼爱他。那是他小时候，我小时候，哎呦喂，生下来啊，挺胖的。我家生就胖。哎，生刚生下来那会儿17斤可能是，知道吧？我妈怎么样了？挺好的呀，顺产呢，顺产17斤大象啊，好家伙，17斤人顺产，你那么激动那么开心干什么？你马驹子才多沉呢，你我第一次见17斤，第一次见你这么开心，废话，那还顺产7斤，晚上7、8斤啊、哎、小孩他母亲呢没有奶，不是说没长奶啊，是不是是是什么话这叫？有这个解释的吗？不是，我怕大家就是母乳不足啊。对啊 对, 啊 对, 啊 对, 啊对不起啊，我词汇量不行，就是 你是我们家出妖精了，就是母乳不足。哎，对对对啊，怎么办？身体不好，怎么办呢？嗯，为了他啊，怎么样？请了4个奶妈，为了我，请了4个奶妈，是是，4个奶妈都带着奶来的。废话，不带着奶来那是给我请的吗？真行，这人都带着奶来的。对，奶妈嘛，早上起来来上班来啊、嗯、为了他请了一个验奶师。验奶师干嘛用呢？看奶啊。你还请什么人呢？我三叔来啊。没结婚4选1多好。臭流氓，臭流氓。对，万一改我三婶了呢？验奶师，早上起来呀、啊，一人发一个欧。什么叫欧啊？咱宁波可能管那个东西不叫欧啊，就是、就是一个酒欧，酒盅，还有欧，属猴的。不是，在我们老家管那个东西叫欧，就是酒盅、哦。是，一人发一酒盅。是，哎，奶妈呢就往里挤，把奶挤里。哎，尽量别比划。表演嘛，你真的生动啊，对不对？表演就表演，表演的不像演，就别比划了。哎呦，好，4个老母牛，这是互相挤一挤吗？没劲，你就别描述了，就行行行行，快播不了了，这都好手不动啊。嗯，就是就什么呢？他们这好难受啊！我比你还难受呢，我吃口奶容易吗？我。总的来说，哎，奶挤出来，嗯，太阳底下晒，哦，这晒的奶，晒完了一层油皮儿，这不能喝，为什么呀？毒奶，有毒，里面有黑点儿，这不能喝。珍珠奶茶，这怕我噎着啊？哪个奶妈挤出珍珠奶茶来？哇，什么叫有黑点儿啊？我这挤出珍珠奶茶了，什么叫有黑点儿啊？我就没明白，那是清奶。哦，没营养的意思。哎，没有营养，不能喝。哦，哎，把这个奶泼到墙上，流到地上，
这不能喝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收不回来。对，就这一杯好的。不是，啊，看看它挂不挂墙。我都奶得挂墙，好酒不得挂杯吗？那是酒，你泼墙是像话吗？不是，好酒，哎，倒到杯里头，然后哎，它慢慢往下流，这叫挂杯。那酒稠，哎，奶也是。哦，奶，哎，泼到墙上，看它的速度，燕奶师来了啊！啊，跟奶赛跑呢。哎，这个好啊，这好，速度均匀哦。哎，再看这个奶妈，看我的，啪一泼，歘，快流下来了。那是，这不行，墙都白了。啊，都是为了他啊，这是他俩月啊，45斤。我还挺贪长，嗯，当然了，格外的疼爱你，2月45斤，格外疼爱你、啊。哦，为什么这么疼爱他？为什么？因为父母要他的时候比较晚。哦，大龄。对了，哦，嗯，多大呢？他母亲要他的时候70、70，要不了了，反正岁数比较大，30多岁，30多岁了，哎，老来得子，那时候40算老夫啊。对了，没有他之前没法过了。想终于有一天，怎么样？他母亲半夜做了一个梦，做梦，嗯，梦见什么呢？啊，南天门开了，天上南天门开了，打、哦、里边出了一牛，牛驮着一老太太，老太太怀里抱一小孩，小孩脖子上有个锁，上写4个大字：长命半岁。这半岁，出来就死啊？那得长命百岁，百岁。老太太身后头一男一女，一人手里拿一个大梭拉蜜，大梭拉蜜交叉着的。老太太把这个小孩递给你母亲，你母亲接过来，月玲，扑哧一乐醒了。月玲，清醒，您这都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谁胡说八道了？您这描述的都对吗？怎么不对？南天门开了，对不对？南天门对，到里边出了一牛，那是牛吗？那什么？南天门开了，出来那是麒麟，郭麒麟，郭麒麟干嘛？郭麒麟。郭麒麟驮着一老太太，还郭麒麟呢？还郭麒麟驮着老太太，就麒麟，麒麟兽，哎，麒麟，麒麟驮着一老太太，对不对？老太太不是那送子娘娘，穿着唱戏的衣服，凤冠霞帔，怀里抱一小孩，小孩是我，脖子上有个锁，锁这送去百岁锁呀，长命百岁呀，长命百岁，嗯，身后的一男一女，金童玉女，一人手里拿一大梭拉蜜，还梭拉蜜，还拿一棒棒糖不好吗？那叫龙凤扇，还梭了蜜，个老太太在沾上，梭了蜜，还一人拿一龙凤扇，对，递给你母亲，你母亲接过来，啊、嗯，扑哧一乐，啊，对呀、啊，醒了，麒麟送子，转过天来跟你父亲一沟通，啊，你父亲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，梦梦相同啊，梦梦相同，对呀、啊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不到一个月，啊，你父亲怀孕了，我父，哎，送错了，就这么神奇，送错了。你父亲也接上了呀？我爸我妈怀孕，我父亲怀不了，我妈，啊，你妈怀孕了，嗯，跟你父亲没关系啊？有关系呀！哎呀，跟你说相声怎么这么累、啊？废我还累呢，我还，我们家怎么这么乱呢？有关系呀、啊？到底谁不孕不育？怎么回事？你人家没有那事儿，就是我妈怀了，按说啊，嗯，10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10个月。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是不是10个月、啊？都十个月。10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嗯，他母亲怎么样？10个月没有生下来。是顺产吗？顺产，12个月都没有生下来。有的人说了，过月的孩子贵如金，很正常。一年了这。秦始皇14个月才生出来。秦始皇啊，他17个月都没有生出来。17着急呀、啊！对，他父亲着急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快一年半了。哎呀，老刘，哎，你说怎么办？老刘，怎么又有老刘啊？老邻居嘛。你让我出去。你说这怎么办？肚皮上写着呢。肚皮写什么？保质期18个月，过期不能要。对，我妈是罐头。这怎么办？对呀、啊，啊，想辙呀、啊！赶紧，北京城请来4大名医，4个老中医。哎，4个老中医在你母亲身上摸索半天。哦，这4个流氓啊！号脉嘛，不得号脉摸索吗？摸脉呀，你摸索摸什么呢？没有摸出所以然来。那是没摸着脉。
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后来请了一个九十多岁老中医。九十多了，哎，号脉。嚯，这是算命的，这是。翻什么白眼儿啊？号出来了。啊，恭喜先生，贺喜先生，您的夫人高了，怀孕了。废话，我用你告诉我们呀，为什么不生？哎，您的夫人呢？为什么不生？我给您摸一摸。你再摸，浩浩，别摸。嗯，哎呦喂。嗯，恭喜先生，贺喜先生。怎么呢？您的夫人给您怀的是一位令郎。令郎。他父亲一听怎么啊？令郎。令郎啊，白眼的四眼的。对啊，白眼狼啊！我害怕狼啊！什么狼？令郎公子大少爷。令郎公子大少爷。哎，他是一个男孩。男孩。可是我们不能报喜不报忧。忧。我们保大人，保不了孩子。保孩子保不了大人，哎，母子可不能双全。这怎么？他父亲一听怎么着？啊，母子不能双全，不能双全，我都不要了，我都不要了。老刘，哎，老刘，我们家没这老刘乱不了，你瞧了吗？都得要，老刘不要了，都得要，都得要啊！老刘走，都得要没有关系，嗯，您得多花钱，花钱，花了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搁现在的话来说啊，嗯，人民币30-40万，三又娶一个是怎么着？什么叫又取三四十？干买什么了？其中有一位最贵重的药材。什么药材？铁甲将军一对，防盗门。给我妈捐起来。你的思绪怎么那么开阔呢？怎么？什么叫铁甲？不是防盗门吗？什么防盗门？铁甲将军。铁甲将军啊，就是文言文，就是说屎壳郎。那是文言文吗？屎壳郎有什么用啊？这当然有用了，赶紧打发人去买。这还用买啊？那怎么弄？找个垃圾场一灌水，全出来了。您说的是普通的屎壳郎，还有不普通的？好东西得分产地，是吗？橘红化州橘红，哦，阿胶山东东阿阿胶，是红花西藏藏红花啊。屎壳郎就得印度屎壳郎。为什么得印度屎壳郎？离赤道近，耐热，到肚子里死不了。哦，到肚子里死，活着吃啊？当然了，为了你容易嘛，赶紧打发人去印度去买，哎，不到一个礼拜就来了，啊，因为顺丰特别的快。也别给人打广告了，来了之后，嗯，老中医亲自看着。